滞销的橄榄产品行销到全国各地，也是到各世界各地，成功的将传统的一级产业升级到我们新城村好人好事代表许玉凤女士，平日默默行善，主动捐赠百米于乡内德兰中心，协助弱势家庭就医及提供日常物资。端午节号召志工包粽子送原乡，关怀原乡孩童，非常的有爱心，也非常的实至名归，非常的恭喜他。新城村代表许玉凤女士非常的有大爱。先生在社区担任志工，从服务邻里，平日喜欢主动关心长辈，为社区撰写计划，向县府争取社区经费补助，不遗余力，非常的感谢